你是赖沐风？你在等谁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全球生化科技产业的龙头海马回集团日前发生实验所爆炸，海马回体记忆数位化之父赖沐风在实验所丧生的消息，对人类记忆开发的展望是一大重创。检方调查结果表示，赖沐风私自进行人类活体实验，试图将记忆植入到已经陷入昏迷的病患脑中。私自进行人类活体实验，这行为已经违反禁止人体活体实验的规范。赖沐风的个人行为，集团表示其为赖沐风个人行为的偏差，与集团无关。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海边看妈妈呢？来，爸爸来跟你做个约定。你这次作文比赛如果拿到优胜，爸爸就跟公司请假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打勾勾。波叔，小牛的近况还好吗？医生说小牛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呈现昏迷的状态，而且经过诊断，他头部因为受到撞击而导致大脑内海马回体受损，也就是说，就算他醒过来了，有可能失去所有记忆。波叔，有关于小林被袭击的案子，你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没有。不过，我想要和你谈谈你父亲当年所研发的 HDMS。我和你父亲从高中就认识了，我知道他应该会将那东西交给你，而不是随着那场意外而被摧毁掉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对不起，是检察官，我是要先走。如果我手上有小林这场意外事故的目击证人，你尽管相信我，我也希望能够抓到伤害小林的凶手，但是我需要 HDMS。 你放心，我会帮你保守秘密。考虑好，打给我。
蜗牛，你说，你觉得啊，记忆会不会有保存期限呢？保存期限？嗯，应该有吧。事物都有消失的一天，记忆也是啊。而且啊，忘掉的记忆比记得的记忆还要多。是哦。记忆那么重要，却这么不牢靠。我常常觉得，想要记得的东西，却一直忘记；但那些想要忘记的，却历历在目。就像这些拼图一样啊，我每一片都看过。可是等到拼到这个缺口这一块的时候啊，就忘记它在哪里了。是啊，不过我一定不会忘记你。难说，说不定哪天啊，你最先遗忘的就是我。要打从心底忘记一个人。应该很痛苦吧？所以你说你一定会记住我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因为就算我忘记了，至少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回忆。那为什么不是你记啊？是我记，就一个人记得很不公平。也对。是很不公平，就像我父亲一样，他非常的爱我母亲，才会投入 HDMS 的开发，所以才会走不出伤痛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认为我父亲并不是像报道中说的这个自私的坏人，他执着开发 HDMS 是因为他希望对我母亲的记忆可以永远保存下来，而不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渐渐忘记。可是他太执着了，所以才在实验中发生意外。我认同你说的。当年媒体把你爸报道成一个毁掉重大科技的罪人，但那是他花了一生的心血，只是为了保存对你妈的记忆，所以不可能是自愿的啊。而且，在某种程度而言，我还蛮被他的执着感动的。我倒觉得。假如他选择忘记，也许当年他就不在实验中发生意外，而赔上性命了。你不觉得两个人之间，如果有个人失忆了，拥有记忆的那个人比较幸福吗？是吗？那应该会很痛苦吧，因为对方没有属于你的记忆，而你明明认识他。
但你拥有你们之间的记忆，我可以跟他说啊。我懂你意思。换个角度想，也许记得是幸福的。嗯，被记得的人也会因此感到幸福的。所以，不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记得，你就会一直跟我讲我的故事给我听，对的。当然。哼，那就好。那就算全世界都忘记我了，我也不害怕喽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回忆